心雅全新专辑《爱得起》首支主打 MV《来追我男友吧》，不但耗资500万打造真宫与小三的争夺战场，男主角更是找来何浩晨再续大学签约，让浩爱 CP 粉丝看了直呼超开心。人生第一次被他当拔河，拔来拔去，相信现场也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吧？应该不会真的有这个经历吧？对，只是一个想象的戏。好，不知道，对对对。很笑场，看。干嘛跟着节奏？我们讲，我们。只是爱的方向，当初的信念怎么会无法？有点恶心啊！我私底下不是会放电的人，对，但你不用刻意放电，就一直在放电啊。没有，不要乱说。没有，私底下是低调的人，但工作常常也需要有更多的想象。对，是一个。各式各样的挑战，有点害羞，光自己看，哇，很多都好，好热，好热，害羞啊，害羞啊，我自己看自己心跳都有点加快，被自己电到，被自己电到，核心，非常谢谢何浩晨，这么愿意帮忙我，对，然后已经现在已经到，哎，现在几点了？是不是凌晨？你们今天几点开始工作的？哦，差不多凌晨4点吧，没有啦，好碰碰哦。8点哦，对，早上8点吗？嗯，那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差不多凌晨4点了，又碰红。好，12点。那你觉得今天这样工作下来会累吗？嗯，看到何浩晨就不累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都没有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我，你觉得我看到何浩晨本人的话，也会不累吗？这很难回诶。为什么？很难搭啊。怎么说呢？要干嘛？我觉得都很好玩啊，就是跟女生一起竞赛，然后她在旁边的那个，她就是她诠释的很可爱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很好笑。有女孩子跟我对到眼，我们就是来电的那种对象，你 OK 吗？是不 OK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MV 看起来就是剧情这样，她演出来的感觉。我觉得还蛮合理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是他的状态就是偏可爱。嗯。什么诡异的运镜？对啊。问你啊，摄影师。我今天要记录所有的一切，然后明天就会剖。明天就剖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么及时？这什么运镜啦？我也不知道，乱玩。那你拍一下镜头。他在折磨剪接师。他在折磨剪接的人。不改调皮本性的何浩晨一连串无厘头的举动，让安心雅无法招架。就连收工前，他也不忘再捉弄一波。有这边这样，心雅啊，其他的那个是不是？对。收工。我怎么那么天真啊？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